两个孩子是姑娘，是老公。到那种来，到那边那个。来过来，你们想是吧？啊，就是。当现在有啥？再一个，那个地板也就一个草，是你挡不挡不着？所以怎么进？我让他过来找我，怎么过来？我来的时候讲过那个，我来这里面才是讲过，下面就是体育场和休息。啊，他因为因为他脚只要受不了这个，我呀，是的。那脚嘛，反正属于常用的，嗯，他咱们这个脚啊，对呀。这反正这些孩子又又不是体育专业的，这是。哎，这一，啊，这是，这一，这两种技术。